各位观众好，我是陈方明，欢迎收看《台湾新闻学史》。我们上一节有提到啊、呃，现在是在台湾的文学成就，啊、呃，这也是啊、呃，让台湾跟中国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区隔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的文学，他们每个人都要歌颂共产党。 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毛泽东统治中国以后，他好多个运动。那比如说，在一九五零年代，他就开始，他建国成功以后，就开始啊进行所谓的整风运动。那所谓整风运动，就是整顿风气。所以，整风运动的时候，很多人写的诗都是在写整顿风气的运动的那样的作品。那到了一九 五六年的时候，又开始反右运动。那反右运动就是在反什么？反西方的资本主义。所以呢，所有的诗就可又开始转向了。每个人都写批判资产阶级，批判西西方文化的堕落这样的。那台湾呢？国民党也是没有两样。他只要所有的东西，只要是反共。 而且呢，你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共匪，可是，在小说里面可以杀很多共匪，那样的那样的小说也得到鼓励啊，那种东西我们称为反共文学。所以，一个是反右的，一个是反共的，所以这这两边呢，其实好像在照镜子一样的。没有现代诗的话，整个一九五零年代的台湾文坛是非常苍白的。 那也就是因为有郑愁予、有纪显，有林玲，他们这些诗人出现了，所以才有可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呢，得到一个精神出口，然后那种僵硬的政治环境呢，啊，得到软化的空间。 那这也是从一九五零年代以后，台湾文学慢慢建立了它属于它自己的台湾文学。从前都是称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下下游这样的，或者是说是中国文学的支流。可是现代主义运动使台湾的文学重新定位，因为他们可以写出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感情，而且也把它。 被压抑的内心世界呢，得到解放。所以这，这这进入一九五零年代的时候啊、呃，纵然那文字检查还是那样的啊、呃、那么迫切，可是呢，随着现代派诗社的成立，一九五六年又出现了两个诗派，一个是蓝星诗社。 这是由秦子豪所组起来的一个诗社。那参加的人，就是秦子豪本人之外，余光中、熊红、吴望尧这些人都参加了兰青诗社。稍后的叶山，后来改名杨牧，也是加入了这个兰青的行列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像秦子豪，他在三零年代的时候。 他其实是一个左派的知识分子，而且他曾经也在东京，他是留学东京的，所以秦志豪是可以读日文。秦子豪他在东京曾经参加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的一个成员，那这个在整个反共时期，这是非常忌讳的，因为你你过去的那种思想成分。 是曾经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了。他来台湾以后，他就开始积极的去追求现代诗，成立南京诗社。那最最厉害的就是，他影响了余光中、宋红，还有吴望尧，全部都参加他的诗社。那么余光中他是厦门大学外文系毕业的。 来台湾的时候，他又考进了台大外文系。他大概也是少数的几个在台湾受训练出来，可是英文程度不会输给任何留美的那些留学生。他的他的老师是谁？就是梁实秋。那么我们也都知道，梁实秋他是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时候。 他也是跟那个呃徐志摩，他们都是属于啊、呃、新月派的啊。那徐志摩写的诗就是格律诗，那格律诗呢，大概就像那一种西方的十四行诗。我们在徐志摩的诗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那一种英国啊、呃、抒情诗的影响。 谁把徐志摩介绍到台湾？把徐志摩介绍来台湾的是梁实秋。后来啊、呃，梁实秋在台北帮他出版了《徐志摩全集》前。我们会认识徐志摩，就是透过梁实秋的介绍。那么，梁实秋他在师范大学英语系教书啊。呃 余光中先是在师大英语系上课，后来他跑到台大的外文系了。那么余光中真的是梁实秋的模范学生他最早的那个诗集，那就是《周子的悲歌》，就是请梁实秋老师帮他写序，所以梁实秋就很快、很、很、很愉快的就帮他写了一、一、一,一篇序。 没有想到余光中看到了，他觉得那那个序他不太喜欢，因为好像太老旧了。啊，他就跟梁实秋讲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想我还是不要用你的序，我还是我自己写序好了。”这个梁实秋很有风度，他说：“没有关系，你不不不放在你的诗集，我就拿去当做我的诗品，我在报纸发表。” 所以，在这这个是师生之间啊，就可以看出来梁实秋是如何照顾余光中的。那余光中早期写的诗，周子的悲歌，他其实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就是受那一种徐志摩的影响。余光中他后来写了一首非常长的诗，叫做《天狼星》。《天狼星》是一个啊、呃，写台北十二位诗人的一个长诗，就是。 当时呢，譬如说雅玄啦，或者是呃那洛夫啦，他们这些人呢，每个人都被写进去了，就写进他的天狼星。那什么叫天狼星？天狼星在古代的中国呢，它是一个不祥的星星星哈、哦，就是说它出现的时候，就可能会对一个朝代带来不吉利的影响，所以他就用天狼星为台北现代诗人呢命名。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们这些现代主义运动者，其实并不是要祝福当时的戒严时代，而是他要带来一个不祥的预兆。那他最后一首诗是纪念他的母亲，结果呢，没有想到洛夫在评他的时候就说啊，你整个的每首诗都很好，啊，怎么最后一首在写你的母亲呢？ 你这样这样的诗实在是太传统了，哦，这这这讲这一句话就触怒了余光中，余光中就是觉得说，现代是什么？现代并不是一天到晚追求现代，你也可以把过去的传统的东西拿来当做你现代诗的一部分。两个人就展开了论战，那是最有名的，在一九六二年就展开了所谓的天狼星论战。 那这个也大概也就是两个人就走了不同的路线啊，一个人就非常现代派的，就一直在追求现代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洛夫后来去追求超现实主义，而余光中呢，他不仅仅是追求现代，他也慢慢的开始去往后往传统里面去寻找他的诗情。那么一直要到一九六五年完成他的《脸的联想》，他的整个形式、整个风格。 就稳定下来那这这也就是可以看出来，在整个现代运动、现代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，其实很多人是每个人都很不服另外一个人。那不服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写更好的诗，或者写更那个超越的评论来互相较劲这样的。所以现代主义运动就变成了。 啊、呃，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翻转，没有经过那样的洗礼，我们大概就不会看到啊、呃，台湾的六零年代诗人每个人都是互相在比赛。你今天写了一首，我明天就干脆写两首。你在《诗刊》发表，我就在杂志或者在那个报纸发表。 所以那那一种暗中较劲的风潮，使整个现代主义运动呢蓬勃发展起来。那余光中在所有的这些诗人这一辈里面，啊，他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，他横跨了现代诗、现代散文、文学评论，还有翻译。尤其在翻译西方的现代诗，还有翻译西方的浪漫主义。 余光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勤劳，他一直在工作，所以呢，他的产量最多，他的诗集也最多，他的评论也最多，所以为整个六零年代啊、呃、开启了一个蓬勃的风气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，请继续收看。 欢迎回来收看《台湾新闻学史》。一九六零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刺激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。曾经被啊、呃、称为文化沙漠的台湾，到了一九六零年的时候，各种杂志都出现了。哦、呃，譬如说一九五六年的文学杂志，一九五八年的啊、呃、笔会。 一九五七年的《文心》，那甚至就是从一九五零年代开始啊、呃、发行的啊，呃《自由中国》。那么进入一九六零年代以后，我们看到的现代文学，就白先勇他们所创办的那些文学作品，每一个我都没有办法放过。那因为在读那些作品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在内心都会会低声。 赞叹就是说，怎么那一个苍白的年代可以写出那么好的作品？因为每个人都是透过文学创作去找自己的精神出路，否则的话，台湾实在是太苦闷了。那不仅如此，就是在那个时代，好莱坞的电影也大量的出现了，所以那一种蒙太奇的手法，所谓蒙太奇的手法，就是把过去。 跟现在并置在一起的那种描写的方式，也在文学作品里面出现了。就是说，所谓蒙太奇，就是说，一个人啊，譬如说他坐在火车里面啊，看在外面的风景，可是他就慢慢想到了啊，他离乡的时候，他也是坐车子离开他的故乡。结果呢，他在想的时候，整个。 小说就跳进了从前的时代了，那所以就把过去跟现在并置在一起呢？我们就就蒙太奇的手法呢，就在那个时候就就已经变成一个一个流行。换句话说，你大概可以看出来啊、呃，一篇小说它给你双重的视野，就你个你的眼睛看到的是这个作者的现在。 可是另外一种一只眼睛就是看待过去作者所描写的啊、呃、记忆，啊这种双重视野呢，就变成了现代主义运动常常出现的一个一个场景。那年轻的一代都开始争相模仿。在南青诗社，我们当然在谈余光中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忽略有一个年轻诗人从花莲来，然后他来到台北。 他开始呢，接触了亚贤创世纪的亚贤还有洛夫他们，然后他也跟余光中他们认识了啊、呃。我们也都知道，余光中也曾经在东海兼课过，所以在东海也教出了很多学生。那杨牧当然是他自走自己的路，他完全都是他自己的风格。杨牧他在那个呃。 东海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诗，他不仅仅是在蓝京写，他也在创世纪写，因为他不属于任何诗社他都是走自己的路了。那出国留学了以后啊，遇、呃、到了保教运动，那他的整个思考呢也开始转变，所以他曾经写的很多散文诗哦、呃，那也都是在写。 越战的事情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越战期间对台湾文学影响非常非常大，啊，也对台湾的文坛呢产生了很大的那个投射哈。啊，他当时呢最早，他大概是走浪漫主义路线。如果有机会去读他第一本散文集，叫做《叶山散文集》，分成三集啊，其中中间一集。 就是给济慈的十二封信。那么济慈是谁？济慈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，写给他就是等于在表示对他的文学的向往。所以早期的叶山，后来的杨牧，就是浪漫主义者。那也必须要他出国了以后，他才慢慢向现代主义靠拢。他的产量非常丰富。 他不仅仅写《叶山散文集》，他一本诗集叫做《登船》啊，这这两本散文还有诗集，大概就是我大学时代很重要的文学启蒙。那个时代的人，如果说没有读《叶山散文集》，那大概就已经落伍了。就像你没有读过那个余光中的诗集，比如说《武陵少年》，类似那样的诗集，你没有读，你就落伍了。 而杨牧呢，他所走的路线呢、啊，必须出国了以后，然后他开始呢，他在加州大学，那在加州大学的时候呢，他的整个风格开始改变，他开始走抒情的路线，因此他在写《登船》的时候，还有《夜山》散文集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没有。 没有多少人可以像他那样的，他都是寻找一个议题，然后集中去写，然后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。他最有名的是写诗句啊，就是用戏剧性的的方式把那个把把它写成现代诗，就是说传统的画本小说。 古典小说，他可以把它化成现代诗。那他最有名的的一首诗叫做《林冲夜奔》。那《林冲夜奔》当然是从《水浒传》来的，《水浒传》来的。那《水浒传》是就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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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武松打虎那种那个故事，但是都是在那个那《水浒传》出来的。然后《林冲夜奔》，他在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出来。 他在写的时候呢，他既有各种神都出现了，譬如说山神或者风神，就风的神。那那那种速度感就随着他的诗在发展的时候呢，表达出来。所以在读他的诗的时候，就有一种非常畅快、非常痛快的感觉，因为你可以看听到风声，你听到雨声，然后你听到那种看不见的神。 在祝福这个林冲，啊，大概就可以看看到他在写这样的啊、呃、诗行的时候，等于是把啊、呃、整个故事呢用浓缩的方式呈现出来。那他的抒情呢，呃，大概也是在所有的现代诗人里面呢，啊、呃，表达最为透透彻。那最为透彻的原因是因为他。 他不仅仅写的是他在东海时期的，后来他出国了，他曾经是他是后来是在加州大学，啊，去读比较文学的。那他去那边读书的时候，他也接触了很多西方的啊、呃、现代诗，也因此他慢慢的呃写出来的各种风格呢。 每一个时期都是非常非常令人啊、呃、惊艳哦。一个人的年纪大了以后，他看待世界的方法、看待世界的态度，就好像更宽容，也更从容。他在中研院的时候曾经出版一个诗集叫《借壳虫》，他下班了啊，走在路上看到一群小孩子围在路边，然后呢？ 那那群孩童啊，就很天真在那边尖叫，啊、這個，这个这位年纪大的诗人呢，就走过去探头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他们在观察啊，借壳丑。啊，我曾经在写他的啊诗评的时候讲过了，我说一群孩子看到了一只借壳丑，可是这位诗人呢，看到的是一首诗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他写出来的。 那个那个风格啊，不仅是非常豁达，而且呢，他已经不再被世间的各种名利所牵绊了。尤其他后来也写了一首诗，叫做《和棋》。下棋，每个人都已经最后要分出胜负啊。可是呢，他就是说，在那个树荫底下，影子错落在那个棋盘上，啊，两个人在角逐。 啊，那一定要有胜负嘛？可是最后呢，有一个人就说：“那我们就和棋吧。”而那种和棋，就是代表着他已经看待超越了胜负那种感觉，而那种感觉就不是年轻人的感觉，而是晚期风格。那这大概也就是啊、呃，我们在读那个啊杨牧的诗的时候啊、呃，他最迷人的那一方那一方面呢啊、呃，被我们看见了。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《创世纪》啊，《创世纪》这群诗人啊，他们写出来的那个风格，他们一直都是在创新。从雅贤、洛夫到那个商琴，他们这些人，他们自称是超现实主义。那很多人就是说，你超现实主义到底是超越现实呢，还是脱离现实呢？ 大概在写的时候，他在他们在写的时候被人家这样指控，可是后来商前讲了一句话，就说我们的超现实啊，就是像现在年轻人都讲了超棒的、超好的那样的，所以所谓超现实就是非常现实的意思。下周同一时时间，请继续收看，谢谢各位。